一直以来都支配着我们，让我们生病，让我们贫穷，给我们带来痛苦和压抑的仇敌早已被定罪了。他没有任何的权利，大家其实是上了骗子的当。被定罪的魔鬼没有任何合法权利，过去他是用合法的权利杀人折磨人，但现在他没有权利了。权力掌握在拥有真理的人手上。如今我们可以制服魔鬼，支配魔鬼，我们合法地得到了自由，拥有胜利和生命是我们的权利。哈利路亚。本回答参考自金基东牧师的书籍《认识耶稣胜过迷惑的灵》第三章，认识真理的人才能得到的自由。制作：圣乐教会圣乐宣教中心。